两个了。然后那个我们当地比较有名的养蜂人，那个蜂从外地拉回来了，今天来大伙来看看蜂的蜜蜂。你这蜂是刚从外地拉回来的啊？对。那冬天都在哪过的冬？我冬天在南方。这养蜂多少年了？养蜂二十多年。你像你这是一般养蜂都有啥工作呀？现在啊，一天就是查蜂的、治螨、看蜂有没有毛病。啊，就是说诊治呗，当医生呗，是吧？哎，对。啊。早上一般都几点起来？早晨四点钟起来工作。四点钟工作，你说这个现在主要就是养蜂期，还没开始织蜜吧？啊，现在没有织蜜，现在是繁殖期。你要是说织蜜时候能更忙点，还是说现在比较忙一点？哎，采蜜时候忙了，开始工作采蜜了，人那打蜜了。这么多呀、啊，全放他拿，你再住一个旅院来看。哟、